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唐三还小，如今也不过是半大的孩子，你也忍心动手杀他？唐昊与武魂殿的恩怨，轮不到你这个外人插手。玉小刚，这天底下所有人都有资格指责我，唯独你没有。 你走吧，回去好好保护你那宝贝徒弟。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20年了，比比东，你还是那么美，但我却已经老了。如果今天遇到危险的是你。 我也同样会担心，毕竟我曾经爱过你。你也配说爱？在你完全不顾及我的感受，下令向唐三出手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的情分就已结束了。两位长老已撤离，部下损伤较重，速请医师救治。 情分，我们之间的情分，玉小刚，既然我得不到你，那我就把所有你在意的东西全部毁掉。